旋律搭配揪心歌词，再由歌手张蕙以充满感情的嗓音诠释，这首歌带来温情 B， 是许多人心里的神级歌曲，卡拉 OK 版本点击率更高达1110万。《行 B》收录于1992年将会推出的 GOA 行侠专辑，作曲人是已故创作才女歌手郑华娟，搭配刘青池和张振杰的编曲，而郑华娟、刘青池两人正是本届金曲奖的特别贡献奖得主。刘青池上台领奖致辞时，更创下了典礼的最高收视。而两人曾经与江蕙的合作，让人大赞是神级组合。江蕙更是在2015年封麦演唱会邀请了张惠妹一起合唱。江蕙和刘青池、郑华娟合作打造了神级歌曲《邓来温行 B》，这首经典歌也将永远流传。三立新闻蔡宇智、张书涵台北报道。